这边店家民众也有反映说，这边的路只要一下雨，一定会有人滑倒。像前几天一下雨，又有五个人滑倒，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危险。那哲峰之前跟多福豆花老板黄志长先生有一起去跟店家一间一间签署联署书，让民众用自己的力量去反映给政府，让政府知道我们是多么迫切希望改善这条路面，而这条路面又是多么的危险，然后希望可以马上改善这边的路面，让民众有一个安全的路可以开车，可以骑摩托车，那不会造成危险。这个工程是101年，百年老街的一个公共工程，当时施作的过程里面也有非常多民意代表在反映哈，这个地方容易打滑，容易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安全上的问题。那在105年哈，嘉诚上任市长之后，就针对这个问题，希望能够来做持续的改善，所以做路面的切割。那在前几天的时候，也接到杨代表的一个反映哈，其实这里切割之后效果其实还是有限。那我们也在这段时间也做了止滑贴。那今天是来协调厂商哈，来做一个防滑的一个铺面表面上的改善。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希望说能够来防止一些游客或者是一些机车族骑经这里的时候，因为下雨路滑的关系而造成了受伤。那